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玫瑰灯海，它是由一个叫做玫瑰灯海的人发明的。它的玫瑰图腾就是一朵朵白玫瑰排出来的，总共就有3万朵，而这些玫瑰花晚上还会亮起来。 一大片的玫瑰灯海，黑夜瞬间浪漫起来，仿佛空气中都飘着花香。夕阳情人节就要到了，台南市府特别在西拉雅广场布置“爱在台南”浪漫灯海，用白玫瑰呈现出纯洁的情感。生鲜的花保存的期限比较有限，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花海的一个灯海，好，这个白天是漂亮的花海。 晚上是漂亮的灯海，这样唯美的玫瑰灯海展期会一直到3月27号，而2022年的情人节隔天就是元宵节。除了特别的玫瑰花灯国际闻名的地方民俗盛事盐水冲锋炮。 元宵当天如期登场，但是因应疫情缩小规模举办，这次的炮程只有60座，比往年200座少很多，而且不绕境、不离炮，风炮工作人员也都必须施打2剂疫苗。现场除了10连制，也进行人流管制。节庆活动不缺席，大家热闹过节也要全心防疫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邱君平、许文南，台南报道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